假的。假的。日前王祖蓝上咗一段片段，见到大女喺街头大声狂喊，原来女女见到爸爸出现喺电视上面。王祖蓝在节目中倒地扮晕，所以女女以为是真的，非常伤心。一旁的李亚男即刻安慰女女说那个是假的，拍一拍女女的背脊，女女明显很疑惑，即刻再喊得更加大声。李亚男只好抱起她，等她的情绪冷静下来。